非常欢迎您再一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谈到要离苦得乐，并不是说要消极的出世，而是要积极的知苦，去体会苦，从苦难中成长，那么就可以真正的离苦得乐。要不呢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观念。那么究竟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实践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您在上一集里面啊，跟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离苦啊，还有灭苦您的想法，是不是继续帮我们在这一方面做更深一点的说明？离苦的可以有几个层次啊。我们少一点的苦可以叫做离苦，我们渐渐地远离苦的也叫做离苦。在苦之中自己还觉得苦，可是呢已经呢没有感觉到那么的苦了，他渐渐远离呀、这个苦难的这种感受，那么这种人我们就叫做离苦啊。离苦的时候同时就能够得乐，这个离苦的方法也蛮多的啊。一个是观念上的改善改变，另外一个呢在修行的方法上面也可以啊，离苦也可以改善。比如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，大家怕飞机会掉下来啊。有一天呢有一个有一位先生告诉我，他们夫妻两个人坐在飞机上的时候，是遇到飞机这个乱流，那就是空气的乱流啊，飞机会震荡得很厉害。他说他的太太呢就是不断地在跟他讲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很可怕呀，怎么办呢、其实掉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正要掉了，真正的遇到问题了，他这个我们怕的也没有用的。他的先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，他就告诉我的他如何的能够安慰他的太太，但是他其实自己也有一点害怕，也有一点心里头觉得毛毛的。哎，我说啊，我教你另外一个方法，如果颠簸得很厉害的时候，你今天心里想，小的时候不是在摇篮里面吗？能够有个机会在摇篮里都被摇来摇去，这个都舒服、重温这个摇篮的经验。对呀、很久没有这个，已经不知道这个摇篮是怎么一回事了。这个摇篮可能比这个飞机不这个在乱流里边还要厉害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，在太空中，这个就好像是在波浪上面的这个太空中的波浪里边，这个顺着风啊这个来飘动，这个古人说御风而去，这个是仙人的境界呢，你体验一下嘛，这是第二。然后呢我说你实在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修养哈、你没办法想象得到你是个仙人，那你是个凡夫好喽。凡夫呢你说啊就念观世音菩萨，如果你信其他的宗教，你可以祷告上帝，你如果你信佛教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念观世音菩萨，你说一切的问题啊都交给我的信仰，这个在这个时候我也你想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啊、你就把一切的问题啊命运啊这个危险啊你全部交给菩萨去管了，交给佛去管了，这样子的你可以好好的呀，安静的闭起眼来，你享受你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这个旅途的愉快吧。如果是这样子就没有事了，那这个就是一种信仰啊。信仰能够使我们的离苦，这个观想也能够使我们的离苦。刚才我讲的几个层次了，观想比如观想摇篮，观想御风御风而行这个像这种情况呢，
如果遇到了火灾，这个失火了怎么办？嗯，那你只有啊，这个时候要很冷静地念观音菩萨，这个很冷静地呀、来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时候你会找出路来，你会啊，这个很沉着的，你怎么样子找到你的求生的路？会，你不要紧张，紧张的害怕的要死，那你可能跳楼，跳楼的这个，可能从楼上，本来烧还没烧死，你从楼上跳下去，跌死了，摔死了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非常沉着的，一遍，你只有念观音菩萨或者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是非常有用，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啊，我们叫修行，用修行的方法，也能够离苦得乐，在苦的时候，在慌不要慌乱。在苦的时候你不要紧张，这个要用信仰来啊，我们处理我们这个当前的问题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能够离苦、这个还没能灭苦，是还不到灭苦。那灭苦呢？灭苦那是另外一个层次了，所以从此以后没有再有苦难，那就是灭苦啊。也就是说我在前一集里面讲到啊，在世间苦难之中，救苦救难，但是呢，不以苦难为苦难，那就是灭苦。这苦已经呢没有办法再惹上你了，你不会被苦难所困扰，你不会被苦难所阻扰。你不会呀、在苦难之前呢求饶，而是呢对你来讲已经没有苦难这个事情、这个就是啊叫灭苦。灭苦有两个层次，一个呢这个灭苦以后不再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灭苦以后啊还在这个世界上，那就是一个是小圣的，一个是大圣的，阶层不一样。那我们讲大圣的话，灭苦之后不离开时间，不离开苦。那么小圣的话，这个灭苦以后不在苦难中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除了离苦以外，您是不是想知道如何灭苦呢？欢迎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